哎嘿，看我变个把戏，把这只落单的小狗骗回家。哼哼，小朋友要不要跟我回家？我会给你好吃的东西和好喝的水，还会给你很多玩具玩哦。常常陪你运动跟散步，给你保护，不会日晒雨淋。每个月给你预防跳蚤的药，还有预防心丝虫的药。你生病了，一定带你看医生。爱你爱到老，绝对不会抛弃你。那么棒，要不要跟我回家？好感动哦，这么棒的主人。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啊，骗一只小狗怎么这么难呢？因为啊，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最基本的，只要好主人都做得到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还有，要养狗去领养就好了。对哦。